谢 Shafira， 我的老师给我汉语名字是安明秀，你们可以叫我明秀。今年我25岁了，我的生日是1995年10月8号，我来自台平皮里，我是马来人，我一起在工作，我在办公室担任税务人员，我每天早上8点半去工作。这个我的家，我家有3个人，妈妈、妹妹和我。我的妈妈很漂亮吧？我的妹妹很调皮。我的爱好是看书和听歌。我会一个中国歌，这首歌的标题是不仅仅是喜欢，我喜欢的首歌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、冰糕、蛋糕和肯德基。我会说3个语言，马来语、英语和汉语。我在车间有时候看戏，有时候唱歌，我有时候晚上爬天回家，有时候晚上9点回家。我会游泳，周末我常常去泳池。我会画画，这个我的画